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说问题找答案，我是本节目主持于俊彦。如果你们有看过这个节目，你们应该知道这个节目到底是什么，但如果你们没有看过这个节目，或者是第一次收看这个节目，没关系，那我马上告诉你们，这个节目的目的是要把你们每一个问题在这个节目里公诸于世，让全球各地观众回答每一个问题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解答，不妨写个通讯给我。如果你们不愿意提供自己的姓名，你们写通讯时马上告诉我，我会尊重你们的决定。好了，回到正经，就是我收到一个问题，这询问的人呢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，那我现在说出这个问题。就算没有工作，我想知道赚取被动收入之合法方式是什么？我要去哪里寻找被动收入方式？我要如何合法地赚取被动收入才得到正面效果？在这个方面，我需要知道要做什么预防措施。如果你们有答案可以提供，你们有两种方式可以这样做。第一种方式是，如果你们的答案不超过500个字，你们可以在意见箱里写出答案。第二种方式是，如果你们的答案超过500个字，或者是你们想要低调地提供答案，可以以 YouTube 内部讯息通讯系统提供答案。只要你们去我的频道于俊彦乐园按发送讯息，然后就写出答案才立刻发送。这种方式比较简单，同时快捷。今天这个节目到此为止，请各位记住，没有一个问题是一个比较笨的问题。谢谢各位收看，下一次再会。